我每天都笑容满面呢、啊，看起来就是恋爱。我真的没有恋爱，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恋爱。那天苹果拍到，会不会很介意，就是自己不是工作的样子被拍到？我不会介意不是工作的样子被拍到，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荧幕前工作的人一点私生活的空间，因为我觉得他是写读者爆料。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吃饭呢、啊，然后我也会跟别人吃饭呢、啊。我不是只会跟男性吃饭，女性艺人、其他艺人，只要是我的朋友，我也都会去吃饭。然后民间友人也都会去吃饭。可是我觉得大家就比较爱强调说，哦，我跟异性的艺人出去。然后我会觉得，其实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。然后真的就是朋友，然后也不要写的好像什么喂冰淇淋，然后写的很煽情，就什么冰火五重天，我看到时候这什么东西？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爱笑的人，然后我也是觉得有好东西就可以跟好朋友分享，然后我也只是就是这样递给他，然后结果就会被写到，好像也是直接喂到嘴中，对，就觉得好煽情，我想说怎么会这样？而且说真的，我们也是就是好朋友，大家一群一起出来，只是那时候吃饭的时候真的是。就是大家时间凑不齐，然后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一件，然后也有一群朋友，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一件简单单纯的事情，然后被写的变这样，我也会觉得没有没有吃饭只有我们两个，但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的行程，对，但接下来真的还有其他的行程，然后就会觉得哦，就给所有的艺人朋友一点生活空间好了。我不会啊，因为我平常就很爱素颜出门啊。所以那天就是全素颜。全素颜，我只是要吃饭，然后跟朋友喝茶，我干嘛化妆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。所以会觉得就是有点就是不怕，还是会没有缘分。不会啦，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缘分，就是什么时间点会遇到什么样的人，然后会谈什么样的恋曲，我觉得可能应该就是老天爷都注定好了吧，所以。反正现阶段真的觉得工作为重，所以下次再跟那个国际大会，还是会再找一些人。没有，这也不是刻意单独或刻意找大家、啊。对啊，而且也不会说因为被拍就不吃饭，或者就是一直密集出去吃饭，因为我觉得本来朋友，因为朋友本来就是要联系啊。那我真的也会跟别人联系啊，这就是大家朋友相处的一种方式。有，就我说他说他，反正他意思是说什么是冰火五重天，他中文不好，因为他也有点不懂，然后我也有点难解释，我就说反正就是有点，就是有点好笑。谢谢，对啊，谢谢。